现在早上5:15，我们现在圣光登山口准备开始启灯。4天3夜，中央间接北二段，出7300道 ，Go。Go。第一站抵达圣光山。哇，到这个岛墓，这个叫迎宾门吗？9.3K。哎，好了，多加屯山，绑了很多的步调，所以不会错过了。哇！加屯山已经抵达木干南部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从南湖西木屋这边这个方向走，下切往南湖西山屋的这个路，都要走干溪沟了，一直走溪沟下切，然后接南湖西。出中餐喽！青岛的小木屋，南湖西山屋，来了来了，已经上来夫妻树喽，是夫妻树。哎，对了，夫妻树，那夫妻树了，呀，这两个老夫老妻，哎，手牵手，哎，哎，挺好啊。香菇疗养就到了。中央间隙的溪水还好像蛮大的哦。我们决定今天晚上就在香菇寮扎营了，不走了。伊比利猪。再来一个，黑豆酒。没问题啦。早安，美好的一天。哇，旁边就是中央间隙，潺潺的流水声。今天行程第二天，我们昨天扎营在香菇寮，现在早上7:30整理行李准备过河了，然后呢今天会到中央间安部扎营。
好，抵达中央间西山路了，还可以睡啊。哇，大游泳池，漂亮的瀑布，水好干净啊。高道路线，从溪谷爬上来。都是乱石啊，等一下，哎呦，真累，反倒是安住我。我看到飞鼠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哎呦喂，这个重装上来真的是要命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！你没有地方可以扎营吗？上去。上去没有啊？我刚看过了。那在这边吧。吃饭啦，吃饭啦。今天是我们行程第三天啊，我们从中央间安部的营地要上中央间山，然后通过死亡棱线到甘肃南峰扎营。中央间大草原，太阳出来喽。坚哥再次重逢啊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们终于抵达中央尖山，重装上中央尖要背水，确实非常的辛苦，真要命。现在我们要离开中央尖山，准备通过死亡断崖，死亡棱线，有点小紧张啊，加油喽！加油！加油！好 ，Go！Go！ 喂！人包分离，人包分离。下来慢一点哦。
好吧，哦，这几个钱呢？这边有没有？这边有那个打，那打桩啊。嗯，对。这样比较好走。啊，这边跌死啊！路在这，路在这。来，现在在第二段横渡的地方，先打一个确保绳。好了，往上接，往上接。好。好。啊，好了，就加这一段了。
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不容易。现在出死亡棱线，要往中央间西峰前进。啊，叫这边叠石看不清楚，这么小的叠石。对呀，那墙壁，那谁看得到啊？哇，都给干起，好刺哦！这个真的要弄亮的、啊、亮色的。现在来到天空营地啊，这边大概可以扎个三帐吧，三四帐应该有吧。你双人帐 OK 啊，展望无敌。死亡棱线下来之后，切切切切切，然后再上上上上上到中央间西峰，要修嘞。对啦对啦啊。哎，这个石头，裂掉了，我操，这个真的裂了呢，地是裂掉的呢，0403地震裂的吧，呵呵，你看地裂掉了，地裂掉了，这个裂的，这裂的，我的妈呀，哎，这松的，小心小心，这碎石，啊，那边，正前方。披风 ，Go！ 哇，碎裂的。啊！哇！哇，裂掉了，一个大缝。哇，这个石头就整个裂了。啊，然后我们自己做一块板子来，给我一下。来，你先拿着前面。我们在中央间西峰三角点，耶！
西风下来这边注意步调，还是可以看步调着陆啊。啊，这边有一个步调了。啊，拜拜营地。啊，拜拜营地。为什么叫拜拜营地？真的是路呢，只是都被盲走。啊，我的妈！到时候找说找三摩姐也是这样子。哎呀，嗯，啊，大石头啊，右边去水源，有水源哦，来回要一个半小时呢。啊，哎呀，这个大石头。用些找路啊，这个都是整个都被那个建筑给团团围住了。等一下，方向对就好了啦。要上甘肃峰前，这个死亡建筑海啊，比人高，路基非常的不明显，整个密密麻麻的，又碰上下雨，真他奶奶的，哎，啊！穿过死亡建筑海，终于来到甘肃峰了。啊，这个真的很折腾啊。对对对。行程第四天，现在我们从甘肃南峰营地要下尔无锡，然后出7300道，准备出发。从甘肃南峰营地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到圆多智山。来合照。晒装备，晒装备。现在尔无锡上来到17.5K， 7300道17.5K 的位置，准备出林道，中央尖山，过死亡棱线，出7300道，登出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好，完成了，姐姐。我告诉你，感谢你们。谢谢观赏。